真是日日时时，心拢是真灵啊！咱的心境是毋是，逐天有伫咧七也无？七有清气也无？是安怎最近啊？看恁啊，精神无甲老好。啊，我最近烦恼真多啊！安尼的对答，咱毋是定定听着吗？精神无好，就是因为呢烦恼真多。咱无精打采，表示呢真多真多烦恼。污染在咱的心灵，有时阵啊，迄个境界，或者是事理分未清楚，差乎你啊，失千里，挂一啊，老万，所以咱必定的爱好好用心，把咱这片的心境。时时啊，七岁明啊，保护岁又好。看有的人伫咧保护物件，惊讲手只擘过去啦，啊，会有手痕，哈、啊，就安尼一再给包着吼，啊，用手套戴着手套，哈、啊，来摕这个物件。惊讲吼，咱的手呢有细菌，惊咱的手呢有手干啊，等等啊，污染这个物，咱的生活物啊，都会要安尼保护，咱的内心呢清净的本性，咱哪会袂要要保护呢？所以爱好好。好好咱这点心，唔通受这外面的污浊来染心呐。这位中家真虔诚，信佛时时呢。到寺院去礼佛啦！有一段时间，发现到了这两间寺院呢，年久失修了，无人伫遐住。这位中家。伊就讲，是毋是有人愿意啊？负责这个寺院，搁再修整好以后，其中都有一位啊年轻的人，伊就来甲中家讲，阮拢真有才华，这个寺院靠我愿，阮会当旧的寺庙变成新。这位中家欢喜啦！你爱什么物件？你做你提出来要求，这群的年轻人啊，所要求五花十色的色彩啦，艰苦，也另外一间的寺院啊，也有一群啊年轻啊的出家。也来向中家讲，一间我来负责，中家真欢喜，有出家人愿意来负责啊，足好诶！恁要求什么呢？修行者都讲，你好啊，水桶甲布，安尼都有够啊啦。两对啦，同时开
四当工哦。这个年轻人啊，会采花，果然啊，焕然一新。色彩艳丽呀，画甲真水咯。另外一个伊，再想想看，一丁一丁啊，一扫，用汤啊，滴滴水，用这个布，滴滴洗，滴滴擦。滴滴露啊，这件事嘛是安尼变甲你照清气哦，甲所有啦建筑物啦垃圾去掉啦，搁会金骨起来。三天后啊，这中介来看，这亮丽啦，这五花十色，真侪色彩呢。果然啊，画得真水。这脸啊，朴素干净亮丽，甚至搁甲看较清楚呢。所有的建材都这么吃金骨啦，对面那件事所有的色彩啦，都献入一件真正的朴素的事物，而且呢，在所有的建材啊，都会当看到温温玉玉。南天蝶符在咧叮当啊，真正是一个画的境界哦。这两对人比赛，大家人当年啦。就是最欣赏的呢，是修行者这边朴素之中啊，现出了奇妙的景色。所以啊，这就是要讲，咱家己向来。下功夫，时时把咱的烦恼扫除，和咱的内心无染尘，自然呐、啊，天地一切色彩万物啊，的影像拢嘛伫内心里呐、啊，山河大地啊，拢总包容伫内底里，所以。根本都唔免外面的物质彩色来甲咱装饰，所以用真侪心思安尼计无着吼。我爱这個，我爱那，我爱用什么款的方法？这种的计无啊，这拢总是贪，贪而无厌啊！不管你用偌年正做，用心计较。到头来呢，贪着不得啊，所以呢，刻意搁在追求，明知知影咱都得未到的，你搁真正的刻意呢，想要去追呀、啊，这呢，浪费了咱的心思，拖磨了咱的心力吼，真正这种的强求不得。
嘛足辛苦的啦。其实咱这点心呢，那是心静无染着，什么苦拢总无，这么简单啊！咱的心境啊，是清净啊，咱的心呢，一片清净如大镜，照过了后啦，不管呢外面的景象安怎变，这面镜呢还是安然自在，真清净。就亲像迄面镜子，色彩若擦落去呢，五花十色啦。乍看啊，好亲像真水，看久来也真雅。但是咱一间修行人所用功吃过，迄种愈加呢金细细，无有尘埃染着。迄面镜呢是安尼切割呢。照画面的景象，这是咱的内心，原来是这么简单啊。